你想干嘛？这么神神秘秘的，到底要给我什么惊喜？好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陆先生和陆太太，当然得睡同一间房间了。况且我们拉过钩了，你说要好好补偿我的。我等这一刻，等很久了。 我想先去趟洗手间。嗯。苏简安，苦尽甘来，终于等到今天了。 陆总这么疯狂的明示，还在逼什么？赶紧扑上去占有他！不行，女孩子要矜持，白天才告白的简安，你一定要把持住！哎，把持个屁呀！人家本来就是合法夫妻，怎么能不履行夫妻之间的义务呢？这个是人类的使命！只有矜持才能保持神秘感，才能够更好、更持久的吸引他，让他无条件的为你献出自己的心，获得他的肉体、他的胸襟，永远的臣服于你。 总之不能这么随便吧？你看，连他都扛不住陆总的诱惑了。简安，放手去做吧！耶，这就对了，去吧，要好好表现，加油！多少大人的外头，只想找到你依靠，借我孩子的笑。对你我没有做不到，多远只要你说需要，出现就下一秒，你剧本的初稿，我温柔的劝。 可以关到吗？我应该可以的吧。博言，你怎么了？ 你不要吓我！我没事，你睡吧。不然，还是怕黑吗？